我想先讲这里的奖励啊。这张卡片也像你名胜等级啊。啊，对哦。不是要先讲那个武器吗？三等，可以学进。可以学它的条件都是要比较好的那个。像这边，那、啊、这边他的意思就是要你喝啊，看你要喝到什么时候。所以我觉得干脆就喝后面会不会比较好？对，反正就这样合上去啊，要不然就用抽的啊。而且它会越喝越少。对，你看，所以队友是最强的，对不对？